足方便的，都啊免搭大机器，啊咧就即个做很轻快，所以有手机啊，所以我后界伫山顶咧，嘛凶会鼓吹啦，鼓吹这段。一直唱，我爱你哟，多深，我爱你哟，灵魂，一起想，一起想，一起等。唱歌有好处，恁就知影讲。但是，哎，你亚东新闻呢，哎，嘛是够出名啦，只是讲比较低调一点。但是因为我今仔看到一支麦克风，我就很嗨，因为为什么嗨，你知道吗？你看这个可以百人合唱，啊，百人合唱的话，就接下来一定阵容很大。所以，因为他们几挂音乐界啊、演艺界啊都很熟。当然，就是说我们在采访的时候，我已经讲过了。包括所有机关团体，我们这个一定会非常好用，又可以扩音，又可以录音，所以我希望希望就是如果大家有机会来咱们老话，阮老话你用波兰语讲啦，所以叫老话给他保安，老话保安。啊，黄小姐也爱唱歌，所以阮就讲，啊，黄小姐老话讲，讲你若有需要，是拢会来找。啊，我真诶。比我较老，本来这样，哥本来也较老，啊，哥怎么比我较少年？比我较少年，比我少年哦，常常讲伊外用的，我那么我再问你啦，你一个月几遍？六七遍，要几遍？常常我欺负，就是阮这个兄哥啦吼。以前啊，我讲细汉的时阵吼，就我书包吼，从阿蛋落。等落咧，教我缀啦吼，含我，含倒互阮爸拍到要害，等下人无代志啦。你怎看？你看怎啊？真少年，来表演一下，来。讲作用诶，讲为老老卡。我念无食迄个物件诶时阵，跪地下二楼爬到楼顶，要死啊要死啊！即嘛我车停好，我拢用走，跪地来地下二楼安尼。反正好，我听伊哦，迄是安怎？人就是免惊哦，安全过。这物件哦，你食，你有身体，免惊开钱。这个是迄、那个，地震式开业执照，地震式开业执照啊，当然大家知影，地震式理事长，理事长。理事长咧，就是，常常嘛，有人讲，连讲各项做，像这个次氯酸水，次氯酸水，我有讲过，这次氯酸水是我最好的朋友，伊的世界科技，伊拢有咧卖生成设备，就电解水生成设备，这，卖占用时间，这也有兴趣，大家再向我联络啦，
因为理事长呢，拢会做一寡产销行销互联网的介绍。啊，今日因为要介绍我手中这支啦，我手中这支是安那，我也特别兴趣。哎，我有讲过哦，我有讲过这有录音耳机，还佫有扩音，会使配合翻唱，会使主持节目，会使会后记者会，还是讲演，甚至小型的康乐活动。小型的康乐活动就是讲，因为这啊麦克风几啊支会使来合唱团啊合唱，这是欢乐。进前几天呢，我和阮兄哥咧，诶，讲囡仔时阵呢，我其实毋是咧算囡仔时阵的故事，我是咧讲，伊怎啊比我健康？伊直接较讲啊讲，这王小弟，食补，食补你啦，优以药补，药补你啦，食补优以药补，身体够好用。唔要个那个摕即个钱去玩弄开啊，玩弄开哦，去买药啊，安尼啦，伊个意思是安尼。但是啊，真正有病的时候啊，嘛是爱看医生啦，吼、啊，你讲唔好坚持啊。所以我比较注重养生健康啦，我比较注重养生健康。为什么？因为最近我讲个。到处运动，到处走动，阁无偌久咧，要来咱树林外山溪翠山好土地，好好啊，到现场去看一遍，到底这个农艺、园艺、林业、生物科技要安怎推动？进前有白隐山人呐、那个一挂演艺人员呐、包括营造厂商啊，包括。三人你所熟悉的人啊，包括黄社长啊，咱直接要跟恭喜的台北市市长参选人国民党所提名的丁守中立法委员呢，在我的感觉是上优秀的啊，当然在国会观察观察嘛是伊是第一名立法委员，这个人是较谦虚，含袂虚伪。哦，因为这人，伊一年年偌济，伊就啊，你得到三工偌济。我甲之前黄市长讲，讲黄市长，你的《苹果日报》迄个有个出版一个台湾水世界，丁守中你嘛可有真济记者，成就，那丁守中人伊嘛得到肯定，包括罗淑蕾啊，柯建铭啊。搁一挂廖国栋啊，这立法委员呢，咱有经验为主，咱就学咯。哦，这是我讲过，我特别学处分立法委员同款，蔡玉仪立法委员同款，咱足清楚的，对一个立法委员，结果安怎，拄安怎，咱这个。